一只银白色 iPhone 13 Pro 手机放在脸书上贩卖，开价要16000，因为手机萤幕左下角出现小彩点，打折贩售。台中是一名男子杀价后成功面交，没想到几天后有刑警出现在家里。我自己没有使用过 ATM 转账，所以我就输入密码后我就交给他去处理，对对。他当下他自己输入完12000，然后转账完结束以后，我们出来，他自己也确认，就是大家都 OK。我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追踪这个事情。投诉人给了好几张对话截图，当天确认成交金额后，就从台中特地搭客运北上面交。当时双方以12000元达成协议，相约在大安捷运站面交。投诉人强调，当时想付现，对方不肯，最后只好用 ATM 操作汇款，事后却被列为诈欺嫌犯，这才发现当时汇款没有成功。然后那个两个黑人进来就说他们是警察，然后就直接闯进来，然后也有恐吓我说他们包包有带给钱，然后抢走我的手机，然后我事后我有去刷户子，确实是那笔交易没有成功。投诉人指控原警到场程序不正确，也将案件进行申诉。不过警方调查，卖家指控事后没有收到款项，直到询问银行客服才知道对方没有开通转账功能，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回复，马上报警。双方事后做笔录，投诉人强调是对方操作的，但卖家说是买家操作的，两人说辞不同，案件已经送到地检署，也将交由检方调查。投诉人强调，因为自己不会使用 ATM 转账，才会全程交给对方处理。也是远警到场后才发现转账交易失败，但手机已经转卖出去了。如今双方各说各话，谁是谁非将交由司法处理。TVBS 李武华、苏佩瑜、李杰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